呢度就係太古吉之島前面。咁正話咧就有班街坊啊、市民啊，咁就喺度堵路，所以咧警察就嚟到呢度驅趕。咁驅趕嘅時候就曾經施放呢個胡椒噴霧啦，同埋呢個催淚氣體嘅。咁亦都係東區第一次，太古呢一區咧係第一次有呢個催淚彈嘅洗禮嘅。又是這位肥奇的叔叔他就過了來了。正話環回的歌聲就是這裡的街坊一起一起唱歌啊，一起叫出來的。其實本來來太古這個位置沒有那麼多人的，不過警察來到之後呢又再聚集了很多人過來聲援。呢、这個位置就好多記者嘅，諗去啲冇乜記者嘅地方睇下先。好，呢、这個位咧，咁就好多市民企咗喺度，亦都冇記者企呢個位置嘅。咁佢哋都企曬喺馬路嗰度噶啦，咁唔知係因為個地鐵站封咗入唔到去啊，定係點樣啦？Is this a film camera? Yeah, thank you. It will be very good quality. Yeah, it's not easy to take photo at the light. But you are professional. 咁正話有位外國人就覺得啲警察其實喺個地鐵站門口覺得好有趣，咁就用咗個菲林相機影咗張相喎。
咁再讲多次啦，呢一度系太古站吉之岛对出嘅马路嚟嘅。咁以往其实咁多次游行啊示威，其实太古城、太古站呢一边咧都系比较和平嘅。一来就每一次示威最多最远去到北角站，跟住因为福建帮啊、黑社会啊嗰啲，咁就会好少示威者会落到嚟嘅。咁唯一一次咧，咁就系8月11号，咁就有班快闪嘅示威者啦，咁就坐地铁嚟到太古站，咁喺个吉之岛C 出口一出嚟嘅时候咧，咁就遇到警察嘅伏击，咁就近距离开施放呢一个胡椒弹球枪啦，连续地同埋系沿住条电梯追打佢哋嘅，系啦。咁自从呢次事件之后咧，咁太古城就由本来系偏向中立啊，或者唔愿意表态佢政治立场咧，咁就企晒出嚟，因为佢觉得好愤怒，咁甚至乎喺呢度啊，呢个太古站 A 2出口啦，咁就成立咗一个连侬墙嘅。嗱，以前系8月11号之前系起唔到连侬墙嘅呢一度，因为比较多一啲可能偏南嘅人啊、中立嘅人啊，或者既得利益者啊，咁就系反对反政府嘅行为，觉得影响到佢生活嘅。咁但系自从8月11号嗰件事情之后啦，咁呢度就起咗个连侬墙啦，咁就一路有人撕，但一路又有人貼嘅，咁甚至乎行龍都會話呢度係一個私人地方，咁就係唔好俾人貼任何標語啊、貼紙落去嘅。咁但係清完個場冇幾耐之後咧，咁就依然係好多人嘅民心啦，咁就會有自己嘅心聲啊、訴求啊、文宣啊，就貼翻喺度嘅。系啦，咁呢只猪仔咧，本来冇衫着噶，都系粉红色嘅高灯咁样，连灯嗰只猪仔粉红色嘅。咁最近就我唔知点解呢两日啦，咁就画咗件黑衫俾佢啦，咁就叫香港人加油啦。好，咁啲警车退系咪撤退啦？但正话两次撤退都会有啲冲突发生嘅，咁希望今次唔会有啦。但撤退完咁又點咧？街坊依然喺度，佢哋又再堵路，還是係會因為又話佢哋係再非法集結，然之後再翻嚟？現場所見咧，咁就警察就封鎖曬所有地鐵站嘅出入口嘅。咁當然我淨係睇到康山呢一面嘅，但係太古站嘅出入口咧係會連埋去太古城中心啦，同埋太古城嗰面嘅。至於嗰邊嘅出入口點樣樣咧，咁就未有時間去到睇住啦。就肉眼所見啦，咁而家嘅人聚集嘅人咧，其實比起之前更加多嘅。雖然唔係堵馬路，冇再堵馬路噶啦，但係正話一開始開波嘅時候就係地鐵站啦，地鐵站肉眼所見都係大概最多嘅時候都係500人左右嘅啫。但係而家條由吉之島康怡廣場去到海山樓條街咁遠啦，咁依然好多人。其實在馬路兩旁啦，
計都過千人㗎啦，呢一度啲街坊。呢、这個電車站就係正話警察防線施放護呢個催淚彈嘅位置嚟嘅。咁剛才佢哋就係企喺呢個防線啦，咁就向住吉之道嘅方向，大概100米以外嘅市民警察嘅市民嘅防線啦，咁就射咗數發嘅催淚彈嘅。哇！依然仲有好多人啊！走啦，黑警！而家11点，咁太古站呢个 B 出入口咧已经封咗噶啦。好啦，呢个系通去吉之道正门嘅出入口嚟嘅。唔系你冇停手啊！阿姐，呢个位好闪啊！咁系，你唔好讲啊！呢个是警察的攻势嚟嘅，咁就影响住佢哋经常都用呢种方法嚟到骚扰啲市民啊、记者咁样。你老母啊！你口玩嘢喂！系咪要警察你哋 ？Hong Kong police, you are destroying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. Shame on you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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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ame on you!走啦，你哋！走啦，你们！快啲冇走，知道？
聽唔到啊，好細聲啊！你戴著口罩，冇人聽到你講咩嘅喎。賣豬仔係嘛？而家聽啲啊！好啦，店長。你帶豬嘴，我哋係會好驚噶。帶豬嘴咯，警察佢哋又想豬嘴啦，而家。咁係唔係會再施放呢個胡椒噴霧呢個催淚氣體咧？催淚彈，但係催淚彈又射去邊一度咧？因為啲市民係企得比較疏散，企喺行人路嗰度嘅一條龍咁樣。因為望每一個方向都係得幾十人左右嘅啫，但係係咪幾十人佢都會照樣放呢個催淚彈咧？我哋揾到個槍手啦！咁前面呢一位就係會射催淚彈嘅槍手。咁佢會射去邊度咧？可能就係射去康怡花園呢一度嘅。康怡花園呢度比較多人嘅，係啦。咁康怡花園呢度比較多人嘅，但係呢一度其實佢一上去就係私人地方嚟㗎啦。咁多人知道鄭Sir住喺邊度添㗎？
譬如戴咗豬嘴之後，咁呢度正話對馬嘅街坊走咗啦，散咗喺後面啦。唔係喎，係對馬嗰個位對騰後飲解啫喎，有班警察再行前咗。好，咁就睇翻啦。呢、這個係太古站嘅 B 出口，已經落咗閘噶啦。咁正話破壞咗呢一個閉路電視嘅。快隻手出咗袋，唔怪得呢度塞車啦，啲車停曬喺度，因為前面有個警察防線，咁就企咗喺條斑馬線嗰度行過路燈嗰度，咁綠燈噶啦，但係啲車都係行唔到，咁就警察就話啲市民堵路啦，咁就但係邊個堵路呢？好，原來警察見到後面又整咗一個雨傘陣嘅。咁佢哋會警察會唔會向呢個雨傘陣射發射呢個催淚氣體呢？好，我哋去示威者嗰邊個防線睇下啦。
盡量唔影響啦，佢哋係冇戴口罩嘅，唔係喎，有戴口罩嘅佢哋有，不過佢哋啲裝備其實好脆弱嘅啫，佢哋冇頭盔啦，冇防毒面具啦，跟住你見到好多人拎住樽水就係準備淋火嘅救火嘅啫，佢哋連隔熱手套都冇嘅呢啲人。哎呀，行了一條，哦，他們準備了一些飲品，準備救火用的，行了一條骨頭路，想想辦法過回去先。其實很多人都是諗住救火嘅啫，似乎佢哋絕對冇衝擊能力嘅。收隊啊！收隊！收隊！咁每一次之所以拎起把遮，係因為佢哋驚槍擊，咁所以就砌咗個雨傘仔喺度。好，又黑旗啦！正話雨傘陣的示威者就市民啊，佢哋散開咗噶啦。好，射完催淚彈之後咧，警察都撤退嘅。見到啲警車可以退後，向翻住北角嘅方向開緊車嘅。
咁做咩又射啊？咪散曬咯！啲人散啦！你唔係開完打先舉黑旗噶嘛？哎呀，有隻欄杆點上嚟嘅路啊？是这样的，拦住了一条行人路，然后叫人上回行人路。他們入地鐵站啊，他們是不是坐地鐵離開呢？快点走啊！哦，哎，太慢了。
後來就是這班進去地鐵站就離開。收咗啦。看著一支東西，他拿著胡椒噴霧，有行家很害怕他會向這邊射、哦、加胡椒噴霧的位警察離開了啦，咁可以飲啖水先。哦，佢哋入站係除豬嘴，除豬嘴之後跟住就戴翻個 mask。咁現場係得翻記者同警察對峙嘅啫，咁隔住個地鐵站嘅閘口嘅，係啦，咁、應該就冇乜衝突喺度發生嘅，咁翻去英皇道嗰度睇下情況點樣先，睇示威者會唔會再翻嚟，都唔可以話佢示威，就係啲市民咯、街坊咯，係啦。有些市民看到催淚彈覺得很好奇，就撿了它啦，是吧？他第一次見的，我想催淚彈的嘛，是吧？彈頭沒有所謂，你們自己處理吧。不是啊，平時不是這樣的。平時不是這樣的嗎？蠟燭的嘛，平時那個平時是鬼這樣的樣子、啊、那些厚一點的、啊、是不是出來的入了裡面、啊、他們死了在那裡、啊、好，點解正話嗰位咁嘈嘅咧？正話記者同警察對峙嗰個位置，開兩個站。
好，唔好理啦，咁我翻出边先啦。咁好多市民正话聚集喺英皇道嘅，而家过嚟呢度，过嚟呢个地铁站口呢度声援嘅，似乎系。咁警察射完催淚彈之後咧，所有嘅警車退曬，咁交通似乎回復翻正常。咁呢條路其實如果交通係堵路嘅話，其實幾麻煩嘅，因為就冇其他交通工具噶啦，地鐵站又冇，巴士又冇，咁就離開唔到嘅。其他車只有上曬去東區走廊嘅啫。好，而家主要嘅對持區都係正話 OK 便利店、太古站 A 出口個位置，亦都即係正話警察退入去地鐵站嗰個位嚟嘅。咁啊，但係有啲行家離開喎，似乎平靜嘅噃。哦，所有嘅防暴警察落曬去啦。咁呢個集會唔會俾人落翻個結界咧？好似黃大仙咁樣樣，咁唔知道啦。太古的居民一向都比较温文的，那就扭曲个样，扭曲个样，扭曲个样。哎呀，嗰头讲嗰头，仲开始有人呼吁揾结界师。太古站呢度氣氛大致平靜翻啦，咁記者會留守喺度嘅，如果再有事情發生，會再次開個直播俾大家睇啦。多謝曬。